来去看传奇阿伯。你一台拢嘛十几万、二十几万的。我讲啦，你管的应该哦。你管的雷公未甲讲的，雷公会去讲的那做工啊。啊，遐做工的伤欠啊。这边水很深啊，哪很危险啊，之前有发生事故，所以来钓的话真的要小心。牛大便披萨，不要掉斜坡啊，危险！我也很危，好。断掉，断机了！哇塞，断线了！巴利斯灯，
拜拜。
喷了两只浮标，应该不太会浮上来吧。就尽量不要掉斜边，斜边的话比较危险，所以如果要掉的话就掉这种平的比较好。掉了，白呆了，白呆非常多，它上面要改了一个新的桥，以后桥下可能变成一个吊。呼呼就这样子啊，下次再来吧，来报仇，看看能不能把钓主救起来。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养猪场的水，所以阿福很肥哦。钓鱼好搞搞诶，这不是咋逮哦？来呀，这不放啦。哦，这不会袂死哦，慢慢游啦。无咧，无啦，这看你看只只咧，阿伯拢嘛钓只只，这拢是啦。你看只只咧，哦，阿伯也拢是啦。你看是只，安尼哦，你要，你这支竿算，这支唔是定诶。嫩的啦，嫩的哦，十五啊，都嫩嘟嘟。真嫩哦。啊。哦，外高水嘞。这尾头都几斤？啊，这是斤外，这反正。斤外尔哦。两斤还无够。伯阿公这种细尾。我看，我安尼啊，某。你诶，哦，某，某诶啊，某。哎，哎呦。